军30秒到达战场。但是你要是非得说是谁对谁错的话，也确实没谁对没谁错。那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对的呢？是吧？什么又是错的呢？谁来评判？上帝吗？也没上帝，只能自己认为。干的，卢仙，我去左边，来，我去左边，你们在右边，我去左边。上来。400块。哎呦，我舒服了。算了，我不回家了。你别再看弹幕了。啊？没有。突然上升到哲学了。我觉得现在当主播已经没办法打了。咋的了？我觉得你应该去考个教师资格证。啊。你就当老师。让你想纠正谁就是谁。我不纠正了还不行吗？咱们都说了吗？那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也没谁，没有人来评判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。哎，挨了一刀，我只能把我的理解告诉你，就这么多了。我扎一刀，你还跟我出赛刀还啊？我一段 Q， 二段 Q。A 我扎，你还是赛刀就算了，还不是他带点盐，其实也就算了。你的狗头人带点盐其实很弱，他带点盐还不够，他还要出赛刀。我 Q 一连，他跟我他妈整上赛刀了，我吃个药。断 Q， 二断 Q， A 链 Q 一连点盐扎一刀，你这是多余，真是多余，你叫好多余。回家啦！铁刺鞭多少钱？1200。这个1100还行。咱先这么说，不行，那不让这狗头人舒服了吗？这样出，先来个锤儿，这样一咱有攻击力，二咱有血量，三我们还能买瓶药。我要能出一个二速牌，再加个铁刺鞭，再加个燃烧宝石，再加个血瓶就好了。钱还是太少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来狗头人 Q 一连。链柱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，平A 一过来再 A 一刀，还出赛刀，皮给你扒了，狗头人，给你吃狗肉今天。Q 一段 ，Q 二段 E， 扎一刀 Q 闪，好了，推线，还不回家。你这是有点狂了啊，还不回家，这是有点狂。我们推啊，好，我们推这波月塔把他杀了，他更亏。就我刚才那个 Q 闪不应该用的，他大概率肯定会闪现，我们的 Q 闪不合适了。还不回家啊？人呢？没了，回家了。那兵那不又没吃着吗？插个眼儿。
这波来升个六啊，这王八来，王八都得死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开大招扎一刀，扎一刀一走平 A， 人有点多，这人薛威是有点多啊，三个人的不行，俩人就好了，怎么仨人啊？俩人这波双杀了，哎，这卢仙呢？这真烦人，这卢仙。我把他卢仙杀了，漂亮！搞了三个人上来，Q 一连，一耳柱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。我后悔了，我就应该铁四边的，我仁慈了。退线，这下路怎么都干到这儿了？卢仙又跑下路去了，这卢仙到处跑。堵了，堵他，赶紧过来堵他，让他别吃到兵线啊。二段 Q A 一刀 Q 一下平 A 链过来，点炎渣 A E A 再 A， 还要回塔下，我能让你回去吗？把皮吃掉，去把王八的红给他拿了。玩吧几级吧，五级。受一连链柱扎一刀，平 A， 平 A， 砍他的龟背。一段扣，没扣倒算了。狗头人五级，看看他们家卢仙来没来啊？卢仙没来，这波就双方。吃他的龙，他没脾气。红拿了，上路找狗头人去。这王八要去打这个河蟹去，不给打啊！你给我回来吧你！哎，还行，给烫死了啊！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一千八和血战斧。哎，又是卢仙，又是卢仙啊！你就来，对，又是卢仙。我们家中路兵级八级，你六级你就游啊，你就游走，把他中路塔给他推了。没事，我可写战斧了，这把得要个水银骸呀。你挺能吃啊，啊，挺能吃，给我死，你给爷死啊，你给爷死。
我要不是刚才为了去拿那个红，我都不带让这狗头吃兵的。公路塔没了，个王八还在这打野啊！啊，王八！我看今天这狗头人谁帮得了啊？来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开大招，平 A， 三段 Q 两个扎一刀，再 A， 点炎可血战斧扎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 E， 我看谁敢过来帮着狗头来？还有个闪现，跑过来了，就你俩都来。我今天暗吃兵呢，你看着呢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就你叫卢仙的和谐战斧，我不用你在这走位，你走位好使吗？别拆，来，别拆，别拆，今天这塔不拆。我能让你吃到冰？一链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我能让你吃到经验还？今天你甭想吃了，我跟你说，给我对峙，没有扣E。卢仙又来了，来卢仙，人怎么那么多？大招开起来 ，Q 一连，练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可血战斧，我跑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，三段 Q， 平 A， 可，哎呦，这三个残血玩个六啊，哪那么多人啊？就哎呦，没杀了，哎，一个杀一个我就全收，实在是没技能了，靠。水银海九头蛇，不九头蛇，死亡之舞这把。那东路咋回事？和血战斧三段扣，你们杀我？杀的是谁？乌鸦吹波扣啊！杀谁不好？你杀我啊！四个，这四个人都敢越塔来杀我啊！我没明白。你们走，我去打个红去。其实应该给他维恩，不给他，给他什么玩意儿？给他维恩，就一连练二柱。来，你们再来，来再来，等会儿啊，你们等着，你们等会儿我，你等我回家的啊，你们等我回家的。我一会儿不来，给你来个天神下凡，肯定是不行。我得下波凡了，兄弟。我的神力已经在我的左手，蓄势待发，把我的翅膀给我招出来。我要下凡了啊！我死亡之舞有了。
来吧，中推。扣一点，二把扣。来，来，来来来，别跑啊！一段扣，二段扣，链住，三段扣，扎死卢仙 A 王八，你给我死！我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扎狗头人，三段扣 A 和血战斧一过来平 A 呀 A 错了，哎呀这五杀没了，靠 A 错人了。来我这波有闪现，我能把他们全杀了，我五个能杀五个的。哎，没人波浪剑 ，A 错人了。你们怎么的？我可血战斧，胖子的。可惜了，这波可血战斧啊。没磕回来，护甲不够高。漂亮！我需要一个吸血鬼结账，谢谢梅西。哎，不对，不这么出，不这么出，我们先把这个出了，再把这个出了，这样出行。0.88的攻击速度，这剑魔到底搁哪能穿上去？搁哪也穿不上去呀、啊！这个墙还能穿。抠我！你敢抠我！你敢抠我！你，我妈都没抠过我，你敢抠我？错了，走的有点快，跑的是真快，但是真没什么办法。断抠二，断抠一，发一刀，三断抠折血战。跑的有点快，5点钟，最后一把吧。